炝拌土豆丝啊，过年了，干它两口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天呢，我来教会大家一道非常爽口的炝拌土豆丝。首先呢，准备三个白胖的土豆子，给它切成小薄片，用我凌乱的刀法呀，给它切成细细的小丝儿。老铁们，如果你有缘点进这个视频，手里还有个免费的双击，你就冲着屏幕给老弟点两下，老弟先给你拜年了。完事啊，切好的土豆丝啊，放入凉水中，给它多投几遍，把水淀粉给它投一投。完事啊，切点青辣椒，再切点红辣椒丝儿，起锅烧水，水开下入土豆丝，烫一分钟左右给它捞出，别烫太熟了。完事啊，给它用清水多投两遍，放入青红辣椒，来点这道菜的灵魂小蒜末，来点香菜段，来点盐、鸡精、味精，来一勺子白糖。你家要有条件呢，你就用点苹果醋，没有那条件你就来点山西老陈醋，来点辣椒油和老干妈，用我胖乎的小手啊给它抓拌均匀。完事啊，给它码入盘中。老铁们，马上过年了，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的话，你就关注老弟，老弟呀、啊、每天都更新美食，要不啊，你要不关注我呀，备注就找不着我了。想做了你就看看我，我可能编的了。